跟所有普通人一样，娱乐圈的男神也有萌萌哒的童颜，一张张稚嫩呆萌的旧照，即便有婴儿肥又怎样，帅气的轮廓和颜值满分的五官依旧可爱过人。近日有网友在网上曝光了一组 XO 前成员鹿晗的私照，照片中的鹿晗时常对着镜头卖萌，非常可爱。网友看到照片后纷纷留言点赞，好可爱的宝贝，我鹿哥从小就帅，男神永远爱你。据悉鹿晗1990年生于北京，2008年鹿晗赴韩国留学，留学期间被韩国 SM 娱乐公司星探发掘，2010年签约成为旗下练习生，2014年鹿晗申请与韩国 SM 公司解约，随后回国发展。